我们擅作主张。据说那推背图尽知未来天下大事，实是非同小可，此等宝物一旦出世，我等得尽力争取。我想皇帝陛下知道此等宝物的出世，也会同意我这么做的。可是我是国使，一切由我决定。若是陛下真心怪罪下来，由我一人承担。是。杜明前辈说，这两天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还有点不放心，自然我就留下来喽。啊，这有什么不放心的？不是有我的吗？你就会装傻充愣。嘿，你要不提醒我还忘记这个事情了。你死的时候我流了多少眼泪，现在你恢复记忆了还装模作样的，说该当何罪。你先别激动，女侠。坐，你就别生气了，我这不是喜欢你温柔可人的样子吗？你说我这样一恢复，你又固态复萌，继续做那个暴力女，多凶啊。我真的很凶吗？嗯，真的很凶吗？也不算很凶吧，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凶。嗯，好啦，我以后尽量不凶你。其实经过那件事情之后，我也懂得珍惜了。嗯，你看月亮，月笼轻纱，多美啊，就好像是温柔可人的女子。哎，我突然想起件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你在北斗司说什么来着？啊？有一个姑娘经常揍你。哼，你都把我忘了，还记得我经常打你这件事儿啊？啊！我的天哪！瑶光这个凶女人啊！师弟，你怎么来了？太岁，起床了！哎，马上就来，马上就来！你等一下，快点！马上！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快点！哎呀，来了！师傅，师傅，怎么了？哎，师祖！哎，地灵子师叔也来了。嗯。你们这是怎么了？太岁，地藏师父被杀了，碧游峰也被毁了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阳光，你干什么呢？啊，你等一下。哎呀，瑶光，好了好了，时间来不及了，走了走了走了。哎呀，快起来，你还在磨蹭什么呢？你是人是鬼？猜什么？哎呀，来不及了，也管不了你是人是鬼了。我师父跟师祖都来了，我们赶紧去见杜明前辈，赶紧走了，边走边擦了，哎，边走边擦。宣洞明一干人等上殿。前辈请。师父，你真的不上殿了？对，碧游峰后面发生的事情我并不知情，我就不上殿了，由师尊来决定吧。那好，我陪着师父。我陪你们。好。